是不是很辛苦？都要当这个演员。对，我觉得编辑还蛮厉害的。我觉得就演员训练班出来的。啊，我觉得这种感觉实在太棒，有剧情，非常有剧情。光线的投射，光线的呈现，你就看到光线的影子在哪边。真的。光影，你觉得这画怎么样？好像梵谷的画哦，那个星空。老师，这幅画卖掉没有？还没。那我先收藏一下哈，因为刚刚金娜把你评价到梵谷的那个。对呀、啊。每周一至周日晚间9点，民视第一台，时来运转，台北合众汽车冠名赞助。